嗨，请讲。伊印尼讲有一个狸猫吼，用个狸猫咬鼻，食只个捡伊，对，伊个头啊放出来。伊都咱都下下香啦，下麝香啦吼，下香迄一只。还有较好。我唔是讲卡，我不会安怎讲，刚看过程是有发芽，发芽啦，可以生菇啦，就是你等下来，啊，你吃了嘛，啊，等下过甲这个产品化学变化嘛，啊，才放出来，啊，因为麝香本身有一款芳味，所以伫个等下来，就啊，这个芳味，迄、那个我说 enzyme 是要安怎讲，代固，消除了，啊，酵素啦，就离开来对迄个豆啊，啊，所以放出来，啊，另外麝香无介多，啊，无好吃。所以你讲饲啊百块，放菜，佮我捡出来，所以一斤贵，啊贵就是变成讲 supply and demand 嘛，你 supply 多就俗嘛，啊 demand 多就袂足贵啊，一百六十几块一磅啊，烘出来，啊看你要食无食，啊我捌食一摆啦，啊我是，佮你讲我半桶菜啊，我食我是一百六十块我开袂落，16块我开落，160块我开袂落，啊所以即马太贵啦。嘛，你学啊，因为这是历史真好。啊，泰国无麝香啊，泰国上来说抢多，所以互抢食，啊，才放抢晒，啊，才去倒下去摕来。哎，啊，越南敢那啊，你想要做这個，因为啊，人讲用互国语食，即摆混用食多就对啊啦。啊，看多几项，互人会接受的，啊，就生意就起来啊。我互恁看，甲咖啡有关系啦。好、哦。迄、那个山。渐渐作水吼，迄是真出名的火山啦。Costa Rica 的安提瓜。哦，安提瓜，哦，对啊。安提瓜，阮有来遮，迄个山，真水啦。哎，你是 Costa Rica 迄号？瓜地马拉。啊，瓜地马拉。安提瓜，你拄只迄个表内底。有只讲到安提瓜，哎，这个地区，阮有去看一个咖啡的所在啦。农村，哎。所以我是讲，咱就咖啡出产有足侪，甲火山有关系，可能迄个土质的关系。嘿，袂使伤酸，袂使伤酸。所以，我问问题，我正好问你。嘿，讲咖啡有钢还木的？有，豆啊有，豆啊有。都有钢的甲木的。有，佮另外。一掌啊一掌。唔是，你内底豆啊一定啊，无就是 cherry 的时阵啊，伊结起来的时阵一定有讲，但是一般无人去分啊遐清楚啊。不过我想这是民间讲的啦，这是我去巴厘岛看的时阵去看，讲这对豆啊就是讲的啦。这对豆啊就是母的啦。OK， 看袂出来，伊就要当中啊切开吼，内底有一个安怎讲？你呐注意看吼，实在是大部分豆啊，你怎看内底安尼？这个是 female， 这规粒面讲做 male， 所以这不是对植物学讲的。OK， 我别个知影讲，其实。这个规粒圆的豆啊吼，有另外一个名叫做 peaberry。你可能那主文豆啊，知影讲 peaberry。peaberry 就是所有出豆啊上顶端的迄粒，迄粒落来了未必完啦。啊，下骹遐分子遐基遐出来是会分子完，所以大部分豆啊咱看拢侪啦，这是可能差不多10%尔。所以真侪迄个咖啡公司得卖你匹配的拢调过去。哦，啊匹配是钢的啊，母的。啊，就是对这个情况来讲，就是钢的。哎呀，较少的就是钢的。好，钢母的活较久嘛。我说伊咧讲伊个罗伯茨，啊，伊有啥物阿克利啊，两种的咖啡。是不是有關的？哦，不是Arabica。哦，那是兩種的種族，但兩種一定來對，一部嘛，一定有公的有母的嘛。啊，對。那是一部方面啦。不同款種這樣。我根本就不想說，我去巴厘島，這土改把我帶進去，開始跟我說沒有飛沒有，我就驚一下。啊，這是你剛才有醫生問過的。
搿就一定要经过动物的肠啊，是再好食，是再难讲的。只要看就色啦，色香，色香。这色是无做啦，啊，底下嘛小细只话，啊出来，这话啊，比较啊，你话啊好好食，好食嘛，还有这卤白，一高饼卤白，一出来咖啡，这款的吼，啊，我底下啉迄个竹水杯，跟那。跟那 express 一杯，差不多咱的钱三块了。哦哦。啊，我跟我太太买一杯在那个，肯定有一个无相关味啦。嗯。那个真正底下在卖，你讲百几块，搁较贵。哦。伊迄个时阵，我底下省吼，伊底当场在卖吼，一磅差不多咱的钱三百。啊，我等下对 internet 来找吼，我告别老板。哎，差不多人均450块。啊，有可能，有可能，啊，迄条已经，敢那迄条河流赶快有法度追踪啦。是啊。哎，啊，咱家你卖百人，迄是各共难啦，是吧？啊，底下人就是讲，你若讲去找枪吼，枪放的出来是500块以上。OK，All right，那以上。哎，好，就不要跟人家个季节。今日阁有一个糟糕。我有讲迄个咖啡因吼，嘿，才好七八尔，七八桶，哎，还是0.8。啊，茶是普通咖啡因是为茶提款啦，茶是比七八较济。你这个只要这个 process 的过程哦，从豆啊呐，一定有咖啡因啦。啊，真侪食物拢有咖啡因，是有诶真薄，啊，有诶较重。啊，茶我无研究，所以也咖啡因是毋是对？因为茶来对有咖啡因，并毋是讲咖啡因是对茶来的，是毋是？你要问的是安尼。啊，拄仔我有讲，罗巴斯塔拄仔强要伊的顶杯，所以当古早咧啉的，进了后，历史世界大战引进伫美国，大部分罗巴斯塔，法国人知影美国人袂晓啉，法国人用无解好啦。知影美国人袂晓啉，所以去教越南人种 Robusta， 大量供应美国。你种迄落 Arabica 要教美国人，佮种美国人也无啥会晓啉，我听人讲哦。你 Starbucks 嘛是只商业豆，唔是叫做单品豆，或者 specialty coffee。伊是讲伊引进 Arabica 给美国人食，无 Starbucks 以前的美国人是拢食那种 Forger。迄个什么，什么 ，Maxwell 啊 ，Maxwell， 水水的人嘛是真迄个，知影恁美国人袂晓食，那知影咱打人食，美国人袂晓食的，肉素上歹的猪肉，高高的吼，伊去做卤肉饭，啊，上好咱做食咱的空肉，差不多是这個意思啊，看他是上出名 ，Folgers 甲 Hughes Brother。这东西 robusta， 对吧？到今为止也是 robusta， 啊，伊这市场也占足大诶，因为你无可能讲去买地遐贵的豆啊，办公室无人开这个钱啦，哦，唔是无人啦，迄头家爱真会砍诶啦，啊，一摆买这大罐，啊，这大杯给你过咯，啊，煮一汤，叫做咖啡水，唔是咖啡。你这美国人是拢用水来滚。哎，对。但是你即马干净，但是我请问你40年前，你有感觉有歹啉无？歹啉着 coffee mate sugar， 一工啉九杯。我伫千诺团体度的时候，阮的经理，逐工拢摕一杯，啊来啉，一工啉九杯。是啉糖水，毋是啉咖啡啦。Instant coffee。像你对 Kona coffee， 对面什么款 ？Kona 是夏威夷的吼，因为就是黑山的这个土壤嘛吼，所以酸度较少，迄个奥克兰较重，所以咖啡应该是好的。但是伊美国人眼贵嘛，伊嘛是爱人去办呐，所以卖得真贵，所以生意做袂大啦，市场占袂大，但是。袂歹，算好的咖啡。啊，你去买可乐拢较贵嘛，就是美国产的。
甲同款，但是台湾的古坑、东山的咖啡确实袂歹，但是要去世界市场讲吃饼，无可能，因为咱的人工太贵。除非你引进东南亚的劳工，啊，原住民呢，这几年政府教育过也真好，所以伊也无需要先遐拍饼做。但即马原住民有淡薄仔觉醒，伊做头家就对啊啦，啊，伊开农庄。啊！伊较原住民政府较无爱去甲干涉，所以会偷偷运一寡劳工东南亚来去办遐投啊。但是这无讲真公开、真合法，拄啊伫迄个 Great Line 呢，所以这生意做袂大嘛。哎、但是你若等于台湾去遐啉，确实袂歹啦。你该说这个 Instant Coffee 吗 ？Instant Coffee 是这个，也是是 Processing。就是讲，为了要让你方便，咖啡煮做水，啊，再加做牛奶粉的同款意思，即真紧的冷缩的冷藏的过程中，对水分给你抽淡掉，啊，就是变颗粒状，啊，要落去水个复原较紧嘛，哎，啊，所以 instant coffee 缺点就是讲，伊对滴咖啡变做伊个咖啡粉的这中间。伊个咖啡有淡薄的流性，淡薄流性，啊，无你就用较重的，啊，用较重的佫便秘，所以这伊缺点，但迄是真讲究的人啦，哦，啊，日本人真早就用 instant coffee， 尤其迄、那个上岛有诶是嘛，就是教咱台湾高兴，哦，啊 ，UCC 大家拢知，大部分人拢知 UCC 咖啡啊，有诶是嘛 UCC 啊。五位星嘛 ，Coffee Corporation， 啊，伊就是真早就个，啊，有，啊，五位星嘛，啊，真早日本还未正白以前，伊一定就是做浓缩咖啡，因为供应去南方小台公关嘛，啊，日本真早就引进这个物件，伊伫明治维新以前哦，他刚刚听讲迄个吉田啊。我打哦，建国的时阵，这点就开始，这我无法度确定的所在，但是是公告的吼、哦。这点就，这点甲这个武田啊，甲这个上宾啊，因这一些人真怪。真看他做将军的时阵，伊已经就穿马靴啊啦，啉红酒啊，所以真早真现代化。当然，这个人是真爆炸、暴力的人，尾啊当然叫家己的亲信个台死啦。听讲，迄阵就开始接受咖啡啊啦，啊，一直个大量就是因这个明治维新要脱亚入欧，又要离开亚洲的这個文化，要欧洲，啊，迄阵是全国，包括明治天皇拢穿迄个束裤束啊束束束，啊，面抹白粉，再个点七点迄落，啊，开 party 跳瓦勒族，互全国看。哎，遐就去学法国迄方面，朝廷学德国，行政学英国，啊，就是家己无个物件，欧洲好拢种种摕来就对啊啦，哎，啊，才慢慢去改进。啊，闽南知影讲，伊短短迄几年就遐强，啊，迄阵大清帝国是上了嘛，啊，即马遐是咧讲历史，即中间因去学卡斯特拉做鸡卵糕，因去糖要安怎填做糖？砂糖、咖啡啊，拢是迄个时阵引进的，拢是迄阵引进。还请经验这个 espresso 和 cappuccino， 这和普通咖啡有啥物 ？espresso 是上咖啡的上啊，那上强的啦吼。啊，因为有的人无爱多食遐迄落的，所以 cappuccino 甲 macchiato 其实是同款的。无同的马奇亚，这种意大利人发明的，就变牛奶甲你迄落冲做冲去嘛吼，啊，较芳嘛，牛奶真芳嘛，内底有巴达嘛。卡布奇诺是牛奶好啊 ，espresso 在顶头有那个拉花落去，马奇亚都是咖啡坑的下骹，苦力木的牛奶才倒去。我所在是安尼，还是煮法无同啊！哎，啊，
马奇亚朵可能比卡布奇诺较贵些，因为伊的咖啡的分量会较重。啊，还有一款是咖啡一半，克里姆一半，这个咖啡，它迄个三秒红记袂起来，这是有三种的。来，请讲。decaf 的咖啡。decaf 啊，decaf。古人讲伊你脱色时引进一份致癌。就伊即正歹讲啦，致癌，咱即摆咧讲消防坑个嘛是有致癌，讲咱致癌物件，scientific 来讲没有 proof， 但是它有这个残余的东西在里面嘛，你不能讲 100% 那个百分之百无，但是没有 scientific report direct imply to cancer。我唔把你，因为。对，无，迄唔是你唔咖啡啊！我请问啊，你对当顶乌龙茶甲地壳，啊，看迄地面哪里嘛？请问。啊，哈哈哈！我来当讲一个，一个故事，我都是不确定啦。古早地壳有白上出名就是山卡，山卡。讲伊个来源就是讲一摆国法国准。对美国运咖啡去美国，也是拄着风台，啊，电冲来来，咖啡拢进着太水了，这真好。啊，到法国了，看讲，哎，这来这拢已经咖啡拢无去啊。啊，我本来上课就是上咖啡，哈哈哈。上课我对下来 ，OK， 无来源无准啦，我过没听过这个故事。嗨，你特别在啉，你是啉什么？你特别在啉吗？我拢 Arabica， 我家己烘，所以我拢mild， 就是听着头只哔哔叭叭，我就甲倒出来啊。倒出来马上爱用风吹，马上要降迄个温度，无伊个气味会搁会变。因为你个迄个 oxygen 入来嘛，所以咖啡你去买吼，上好是厝内有迄、那个。迄个磨豆仔机，唔通去买磨好诶，磨好差不多一礼拜来饮料啦。因为你磨了都拢脆去 ，oxidation 拢入去啊，啊就开始变化。所以这氧气是不哩厉害诶物件哦。啊，你若买烘好诶豆啊，两礼拜即个月应该拢还阁真新鲜。你着买迄个，敢若咱台湾迄个铁罐啊有哦，啊有嘴巴啊，中啊，尻川背有一空，啊是后是边啊有一空，啊是你买迄个伊给你迄个刀，迄个塑胶包啊内底，你有看到啊一空无？迄就是给迄个 oxidation 的这个气可以走出来，啊新的空气袂入去，因为伊是活的嘛，迄气啊搁在内底，啊所以会生产嘛。讲我摆，我讲咱咧放屁共款，伊也阁会吐气啊，啊，所以迄会出来。啊，你安尼保存就 OK 啊啦。啊，有诶讲着要放个 freezer 啦，迄是，伊若卖嘛是会使啦，我是感觉真费气啦。啊，我是买饲豆啊，我饲豆用放个逐个月无问题。啊，买来我紧，啊，一包用真空包甲缩起来。啊，我要食即礼拜要食偌济，我就开始烘。啊，烘一两礼拜个就食了。啊，若烘伤多，就阮隔壁就好闻。阮对面的一个长老会长老啦，因太太，伊就对我着，我后厝我着提伊食着对我啦。所以你若要要食免钱的好豆啊吼，啊厝买我隔壁，啊买我对面，买我附近，长期拢有。所谓 fresh 哦，别安怎讲？较早即个火粉哦，有其他的来对，啊你经其他的家己烘，七点钟过了，它那个叫 real fresh。但是一惊你家己烘后，一礼拜来都还是 fresh， 因为 oxidation 没有很严重嘛。但是家己烘后放三个月。还是 fresh， 但是 very very limit fresh，
只要无拍开就好啊嘛。啊，最惊就是 oxidation 你去就变味啊嘛。伊来对到行当底下来对还是有 moist 经过 oxygen 的迄个变化，就 chemical 会改变啊。啊，迄是真讲究、真讲究的人啦。啊，一般人是，像我也无甲遐讲究啦。我一开始讲啊，半当啊嘛。啊，我后日是不是会变安尼，我唔知啊，看我有遐拍拼无。我头个管理个上，你知影讲，就是讲你卖咖啡拢像万达那安尼个，我遐水，遐澳洲个遐水。遐就是讲咖啡馆，古早咖啡是伫个厝内，尤其 Ottoman Empire 时阵，因是皇宫内底，你好遐迄个，就大概无一定，大家有那个甲苏丹对啉嘛，啊，就加咱三十六宫七十二院，你总是爱淡薄啊，啥物可以娱乐去享受，啊，无就该。后壁给做饭嘛，就讲迄种你看迄甄嬛的状况嘛，对不？啊，汉堡都，德国的汉堡都讲有咧卖着，倒了咖啡啦。哦，迄是布朗咖啡。啊。咱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布朗咖啡。因后生去德国留学。啊。因后生去德国留学，啊，因为寒天啊寒，啊，这故事我小可有识，因寒天啊寒呢。因老爸疼囝，就甲罐头的，哎，无甚好食啦。哦，啊，罐头拢做好，啊，内底有咖啡的，也有掺牛奶，也有掺糖的，拢有安尼各种的，甲寄几箱去伊的宿舍给伊。哦，啊，你只要要去上课，寒就泡一罐小小啉咧。哎，感觉哎，德国人哪会遐袂晓呢？就搁走去店的买，啊，这厝内啊，迄落，啊，就算啊，成本足低。哎，甲老爸讲，哎，啊，无你甲发几个啊，下几来，我来卖看卖。一炮成功。伊个过去，看到日本时代有经济农业，是啊，你过去就到那个边啊嘛。对。我啊，就底下咧种日本时代就咧种迄个咖啡。嘿，即马佫去个伫德国个，有讲有过去个岛啊，我看迄是卖点啦。过去而且是叫做啥 gimmick 啦。掺淡薄啊。过去量无够，台湾当然食无够，台湾已经卖啊过去是假个啦。行情太好诶，啊！但人即几年也开始爱台湾嘛，啊，所以尽量食台湾个，啊，所以伊过去就开始有人较无规矩诶，进越南个岛啊，藏在内底，啊，有过去啊，越南你袂使讲伊毋是过去啊，但是伊内底有开始掺。时代我一个四五朋友吼，哎，伊就第一日。日本时代就迄个经济当局咧接头啦，是啊是啊，啊见到中国的迄个经理来吼，嗯，啊伊嘛倒含经理咧拍麻雀，啊伊某嘛含迄个经理的某咧拍麻雀安尼啊，就是无啥咧见，无啥咧见面啊，就迄个有迄个感觉啊。我细汉蛮惊吼，老爸四十岁才生我，啊所以老爸是较省啦，啊我伫新庄做美甲，啊米皮去大龙崩，我去大稻埕这个所在，啊一个月去介绍一摆。啊，老爸慢囝较听信，就带的啊，坐三轮车经过台北桥去大稻埕，啊，收的，就去无咧咯。啊，无咧咯，头家计真好，啊，就甲讲，即几工我有诶心嘛，投下入来，对日本招数入来，所以我真细汉，我就甲一般人就已经就接触到，就什么大小下差不多五六年就开始啉咖啡啊。啊，阮老爸买一挂回来，啊，迄拢无好啊啦，啊无好啊，脚踏无遐侪设备啦。啊，阮老爸回来是囥喺地库内底遐，啊，才甲你倒，啊，倒有当时啊，佫有土地内底，啊，安尼伊嘛真欢喜啊。啊，买一袋啊日本歌的刻盘囥喺，啊，老爸已经，哦，我迄阵，阮老爸已经五六十岁啊，啊，我才小汉几年，啊，头下甲收的，啊，我坐椅啊，一听日本歌，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很小我就接触到了买啊，有的时候是透过不知道是林廷生他老爸台东啊，因为他国民党的那個中央委员嘛，所以日本给他进来啊，去开有的时候头一间有的时候咖啡馆开在富顺街跟这個中山北路的交叉口，那时候是已经经济开始好了，六零年晚期了，一阵啊，有诶是嘛礼拜，啊，国民党内底搁一个，搁去炒，啊，所以启幕啦礼拜，木村咖啡，
啊，你可能不听的起门啦，伊有只 key coffee， 有诶是嘛，就日本只是上大诶，世界应该算上真大诶。啊，另外一间叫 key coffee， 啊，你若北台北大个，啊，个叫蜂蜜咖啡，啊，迄拢是去引进日本诶主咖啡诶，但是有诶是嘛是确确实实对中南美青岛啊，一直甲卖日本行好开店。这个像蜜蜂咖啡、蜂蜜咖啡，这是干那哩主咖啡安尼啦。啊，豆啊也是干别人买。啊，金木啊也是这款的，金木也是讲阮豆啊家己种，创啊好。啊，你若有机会后日去新湖吼，你也再半工去看咖啡博物馆。哦，这有诶是嘛投资的，啊，可能票价俗俗啊啦，但是你来得去看哦。啊，来都有一个所在讲到台湾古气的豆啊。Chris， 是。我的爱尔兰哦。Irish，Irish。爱尔兰的咖啡哦，In the introduction， 爱尔兰的咖啡，嗯，另外一只，阿你讲完啦。哎。第二哦，哎。迄个，我拿的咖啡也另外一只，但是人家讲因为美军底下放一个 Orange Angel 哦，嗯，对我拿的咖啡有影响。这难免的啦，对不？人就已经生出来，囡仔变迄款型的 Agent Orange 这是真大的一桩代志啊！所以唔是干那咖啡啊，尔啦。你讲甚至越南的茶哦，咱台湾是进越南茶足多哦。哎，啊茶也好，按越南人这几年可能受国际较注意哦，所以已经开始较多。啊，无因较早。杀菌嘛是跟台湾早期同款啊，农药巴拉松乌白砖啊，所以我想迄可能性真大。但是咱身体恁较知啦吼，身体有这个自然的摆动，你若唔是讲大量，你饮量吼，应该是无遐严重啊。你看越南人透早六点半就去个壁角个，踮遐纸地头皮啊，啉咖啡。你妈搞掉你要出门啊！你去五指名气啊！你饭店出来巷仔口啊，就恶上安尼，灌一打烧水打下下啊，咖啡的，迄种 robusta 熟熟啊，爱着怎么样苦的头壳安尼吸吸吸，啊，等我抓地头尾开讲个讲，迄杯无啉了，唔去上班啦，做生意啊，唔去开店啦，这信息，你咱大人讲，我不较早进来开的，加做一挂生意，无啊。所以这是已经因对法国传入来这咖啡文化，变成因本地的这咖啡文化。啊，法国的咖啡不是安尼，法国咖啡出名好多咖啡欧蕾，哎，咖啡就看意大利拿铁差不多意思。咖啡欧蕾是牛奶咖啡，不是咖啡牛奶啦。你去饭店啊，再是啊，弄一锅牛奶煮烧烧，啊，加咖啡豆。咖啡一挂倒了，有啊，套一杯，香公公，那是牛奶的香，不是咖啡的香，哎，而且法国人的吃法，啊，所以 French roast 就是足乌的足大的，就是对我讲，第三哈 dark roast， 因就是把人派家嘛，所以发展成咖啡欧蕾，就咖啡加汤的牛奶来对啉，啊，但你啉咖啡是。咖啡啊，牛肯定唔肯过来，即是说啊，伊唔是，伊是一大杯牛呢，咖啡入去，因为伊个咖啡真苦真强，所以也无讲啊。每个地区拢发展出咖啡嘛。拄好一个先生问我讲，迄个冷冰啊，冰滴啦，哦，用冰落去啊，冷咱就讲冷泡茶、冷泡咖啡啊，冷泡咖啡迄是冰单，嘛袂使讲冰单煲啦。就是咖啡硬啊，甲放个瓮啊内底啊，冰迄个水甲放，冷水放落，啊放个冰箱内底，啊明仔载二小时摕出来凉凉食。我嘛有安尼食啦。啊，讲究的是，加多伊就一台迄落安尼玻璃，啊内底敢那咱的迄落，咱迄个插管迄落安尼拱安尼，啊袂使用冰啊水，是爱用冰角，甲放个顶头，啊热天烧嘛，啊冰角扬一滴。一滴，温暖滴，安尼流落来，甲迄个咖啡粉的所在，啊，才开始制作咖啡，安尼。啊，你看迄第四小时才
地偌济，啊，所以迄杯也袂偌贵。你若去 Orange County 迄个 South Coast Plaza 出来，遐有一间少年的开的，伊就是行多买四买四莫四的回来，啊，底下你刷些头，啊，咱一杯咖啡三块文，伊一杯卖六块就对了，啊，啊嘛受人买啊，啊，在人介意的。哎，请讲。我蔡医师问爱尔兰。咖啡你把这贵。Irish 咖啡是顶头去放一挂 cream 嘛，对不？啊？哦哦哦哦哦！哎，我较无较较讲究，较无较讲究啊。你啉着袂使塞车。哦，但是伊顶头嘛是搁放一挂 cream 嘛吼。嗯，对。我叫爱加少 whisky 迄类。嗯，对。其实是安尼，阮两个店啉咖啡吼，伊拢叫我去麦当劳。麦当劳。对，伊那个米费哦，搁唔免钱。伊个犀牛才75 cents安尼啊。对不？伊个咖啡袂讲歹呢，袂讲歹。不过你只敢喊我啉咖啡，拢伫个麦当劳。嘿，但是吼，台湾的麦当劳咖啡袂食的，足奇怪，啉袂落去。啊，美国麦当劳咖啡还可以，哎。啊，你若讲要去到迄个什么 Starbucks 啦，我看咧，若要以钱来讲，是应该袂啊差侪啦。但是你讲有较好无？可能有，伊可能全部 Arabica。咱就生意有迄个气氛，真正澳洲气氛的，迄个咖啡的 cluster 迄个所在伫倒？真少。美国其实也无气氛，无文化就是无文化。你啉咖啡用纸杯啊？这澳洲人了。我你含上啉啦。不啦，你去意大利吼，迄个路边摊伊也是用杯啊杯啊啦，不然你用纸杯啊啦。但这几年已经 Starbucks 开啊的 Vatican 已经开分店啊，啊，嘛是厉害啦，啊，所以文化无同，文化无同啦。美国都无啦。迄气氛是最未做，基本上文化无同款，你要做迄个气氛就无同款了嘛。即美国有一挂敢那 boutique 的咖啡嘛，敢那 blue bottle 啦，对啊，对啊，伊款的嘛是，你较早敢是讲 blue bottle 才有一间，做几样间啊？南加州拢有八间，像就澳洲迄款，嗯，喏，也是美国，也是美国，哎，只是讲因为伊的豆有境界，伊的豆有较讲究。啊，伊个烘个即过程有真讲究。美国上厉害，就甲你科学化。伊烘豆啊，伊也甲你 program 啦。即个假使行落去偌久，豆啊才入去，入去个时阵考验啊偌侪曲线侪个。啊，美国人甲你，美国人是做科学品嘛。啊 ，what will go wrong? Nothing will go wrong。想好，所以该有个，敢若是带一个安尼。是全是美的小姐做太太，我看无啥意思了，是不是安尼？总是有当时啊，甲塞一下性地，对不？肉甲两人地啊，人生就靠有迄个 sensation 啊。啊，所以咖啡嘛是差不多安尼。啊 ，Blue Bottle 到目前为止是相当，算真好的咖啡啦。哎，啊，所以台湾咧开哦。但十月要开，啊，看他喜欢。啊，不，但是 Nestle 呢，好处就是，甲你买起来，伊袂甲你干涉，你阁继续发展。后日我要安怎，迄是我的代志。即马继续当所长，你做，你继续会发展。啊，甲规个全球的这营销策略无同款的时阵，你迄就照伊的意思啊。嗯、我是前回听到你讲出来了，我去 website 去查啦，像你这类店，招几只十间啊？哦，不止，较出名有十间啦，啊 ，Stone Town 啦，哈 ，Stone Town 哈，啊 ，Pasadena Inter Interlacia。
帕萨蒂娜還有一間叫做 Jones Coffee， Jones Coffee 一間好像進去裡面像 warehouse 的，像工廠裡面，碰他買舊的給你親自擺擺擺擺，生意很好，賣了已經外銷去日本了，所以很難說啊。喝咖啡是最好的用 cream 和 sugar。 请问你喝茶有用 cream 和 sugar？ 就是好，这个意思。你如果买3000块一斤的当顶乌龙茶，你会绝对不会放，对吧？我送阮老师呢，阮老师说 Oh that is great honey may I have some sugar？ 一定给你放 sugar 了。所以你讲文化，安尼欧洲人看这个嘛是讲讲啊。沙巴要去巴黎，是不是？你巴黎人叫我暴动呢，反对啊！但 WTO 的关系啊，所以你去啊嘛。你去啊，好，跟麦当劳同款。麦当劳当初要去法国，大家笑啊，讲讲这是美式的首都，你麦当劳来个哈？你少年呢，要紧，要方便，要快活。无迄个养讲究吃三顿饭，久久啊一顿吃好料，你讲有法度三顿拢要吃好料，那讲究你又不是皇宫的人啊。所以沙巴去即马伫巴黎是哦，一四季拢是麦当劳嘛，四季拢是 Burger King 啊 ，Jack in the Box 啦、啊，啊，因的迄个什么，因的这小店啊，好讲了，一店啊，一间啊一间啊开始咧收啊。同款即个八戒，卡扎八戒是两点钟出炉一摆。甲油条同款，外口找来对安弄，啊，因为迄个发价的问题，你若两点钟久无食，外口迄个就阁顶壳壳啦，所以因拢是，你有看安尼腌一个，摕一个，爱恁啊烧酒安腌一条，安尼食安尼白食白食，就刚刚咱食油条计同款啦。但是进入去 WTO 了，法国就要改变啦，因为这成本悬啊嘛，那税金点做，伊即马工厂来做啊嘛。大量生产，跟他讲这统一面包啊，这安尼大量生产开始做八戒，但是八戒袂食的啦，因为两点钟过了你，都顶起啊嘛，所以就讲啊，这边做会成，迄是十年前，我去年过去巴黎，最近的 convenience store， 刚才 seven 里面你讲，因好多 monoprix， 大斤拢你买啦，我好去买一条两块，两个 euro， 一只99 cents， 我请问家庭主妇，大刚要食的物件。你 budget 有遐悬无？一般中产阶级，你无爱俗第一嘛？家庭主妇，你讲电器，伊就开始做较软的，明仔早起要食，佮家己炉啊烧烘者，赶快遐找，当然是无。迄条啥物？无饼店烘起来好好食啦，但是就安尼就会过日的啊。所以这是现实面啦。所以即马即美国、日本、法国的即、這个，法国上出名的就是。阮过阿行拢一间啊，搞伊个搞伊个啥面包店啦，过两个啊买一袋小小白拎一杯安尼，迄个上即款店已经愈来愈少啊啦。当然是 Starbucks 的去啊，影响因足侪。这是这美国厉害的所在啊。你 Uncle Sam， you love it or you hate it， 你没有他也不行。哎。那个 shorts 哦，不是后边那位先生，先举手。是的，是的。那个咖啡豆啊，你煮了给泡，你要安哪里哦？我有放在冰箱。哦，你讲煮了，我放在冰箱。给泡啦。对，放在冰箱。偌好用诶！那冰箱诶，酸味、臭味啥物，放落拢无去。比你买塑料泡的较好用。我太太是拢用伫伊诶花园啦。啊，对。金兰花，再拿回来是，迄个个啊，有个人摕来去洗碗盘，洗油啊，迄个蒸卵蒸了，迄油类的啊，用起来洗，有足种足侪用。哎，即马台湾有咧研究一挂少年的，甲做啥物？我参你 cake 啊，参做 cake 的 ingredient， 你做 cake 的。无得，未使，迄是渣嘛，所以。研磨伊变做熟食，不然他都可能。了已经煮过啊，所以伊的迄个味已经脆起来，你搞着。但是做上门有啦，做上门有。
说是不是后日还佫变作用，佫提顿来吃嘛？唔知，这我袂使讲绝对的啦。哎，你请问。迄、那个秀子吼，伊伫个自传内底写个 Starbuck 故事，故事。啊，你用 Robert Short。哎，伊有一个足明显的，就讲古早伊去迄款嘞美国的这个餐厅吼，食咖啡，敢那食水安尼。嗯，对啊，咖啡水。所以要创造一个文化。哎，哦，今嘛未成功啊啦。对。但是你照你的看法，要比今嘛更加起哩。那个动能在哪里？在美国。要再起你的动能？对，比现在 Starbucks 这款，就是说 Dunkin Donuts 啦，还是说那个 Tim Horton 啦，是这款什么？要再起你，敢有美国敢有可能？我若有法度回答你，我今日唔免他们就爱开讲啊。我咧 board meeting 啦，无可能。我就定你想咧。你请问你想有先甲我讲，啊，我来执行。我无遐好啦，这无。那你已经有一寡感想讲。那是感想，那是你，安怎讲啊？那我说 monkey business 啊，家己爽，家己行，家己啊太太欢喜，啊囡仔欢喜，安尼安尼。要管来晓对这物件变做商业行为，我今日就袂徛伫遐，这是较重要，对不？哎，那就但不是，但是不是一款动物嘛。那不是一贯动物，人的聪明人足够想讲，啉的时候，嘿，要安怎个改进？啊，我刚才也要想讲，这啉的啊，要安怎个买一杯回来我太太吃，安尼安尼啊，哦，这差就差这啊啦。去，咱去拄一下问恁两个啦吼，咖啡以外啦吼，哎，马尼我啦吼，咱落坡拢摕来咧输吼，点火咧点，就咧输那一本咧。但是最近有啥物马尼我啦的巧克力咯，马尼我啦的汽水。嗯，啊，那个是不是马尼翁啊？切掉啊，切的落去，你咧想啦？就是讲你你你想吼，啊，你咧想，是不是马尼翁啊？叶啊切的吼，啊，落去做汽水的，无一定爱点火来喷，我那有效啊。所以你都要看都要下块，你若无下块，就有用。希望都要下块啦。马尼翁啊，不是讲装逼个。无使用嘅，大学伫外州嘅时阵，迄阵啊宿舍内底捌输过一两摆，啊惊惊啊输无侪，所以也无感觉有啥物事啊。啊，迄阵就因为高年级嘛，哈啊男女同宿舍嘛，啊所以有诶查甫不要查囡仔家，查囡仔不要查我家，啊就迄阵你也知有做 LSD， 啊摇头丸啦，啊我嘛。吞两粒嘛，无感觉安怎？可能迄个心理的迄个排斥吼，甲降低啊。但是无得个爱加食几摆啊。所以你问我讲大麻输给 LSD 加给，我拢无感觉啦，无感觉有啥物迄个。哎、欸、啊，再讲起就是，古早咱咧Coca-Cola，原来就是有cocaine。即马有人讲有歌里来对啦。1916。因为他的研究是 Cork 的来源，就跟对了 Cork 开始就让那粒子去做这个 Cork， 我们大家吃什么都好，都不爱喝嘛，就叫政府说不行，这不行，不行不行，所以就预料再清掉，基本上跟对了，我开始说就跟那饲羊啊，差不多意思嘛，是，那里面有 coffee 的那里啦，现在 Cork 啊，他是用那个国庆抽了，剩的遐货，来做可口可乐。
即马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啊。也也是安尼。哦。最近我看迄报告吼。哦。也够参参偌济啦，毋知啦。啊对，但是你讲伊即要甲可克落去比，已经是差量差真侪啊。可克是浓缩，浓缩，佮浓缩啊。诶，无分量无同啊啦。无同。嘿，无同啊，就敢若拄啊，迄、那个。迄、那个什么蔡医师问我个 Agent Orange 啦，对这个会不会致癌？唔知啊，我看你呐，逐天喷的恁到你拢个叔叔，这绝对流感的啊，哦。Agent Orange， Agent Orange 的引起病哦，是已经证明啊。是啊。因为迄个一挂美军的迄个 veteran 哦，去 veteran hospital 都有这种病。就跟咱阮哩，咱哩卖厝一定爱 declare 时候，就1978年的厝以前是油漆的油，古早油漆内底拢铅嘛，啊铅就是日本发明的，汞也是啊，日本即个汞事件就是发现讲哦，时阵囡仔拢手骨拢爱变形，啊所以其实铅的物件1978年你已经重新油漆的。最拍诶，最难立拍已经是无啥严重，已经是机会真少啊。但是美国较严嘛，所以你卖厝的时阵，你若1978你就要写一个 disclosure。我这间厝是1978，你家己想办法。你若厝内油漆拢会裱裱，敲敲起来顶漆，那是你的代志。等于我有跟你讲，啊，差不多就是意思啦。啊，有确确实实讲，因为油漆造成掉癌。敢那无真侪 case 啦，但是铅的分量呐多，就可能性真高啦。哦，咱看到迄个上班迄个 Julia Roberts 嘛，迄个什么 Adam Borowski 是吧 ？Borowski， 迄就是伫 Fresno 那边的迄个油公司呐，抽的油造成地下水诶掉染。啊，迄是开始，迄确确实实有这个例就对了。迄个盐无关系，迄别项物件。迄别项物件吼。迄别个盐主要是对囡仔的成长中间吼有个造，头脑影响较大。嗯。所以盐对囡仔哦，过一点过去，是伊个禁不了这个盐吼，伫咱汽油内底。嗯，对对。汽油内底盐就了了后，美国囡仔比较出世，1975年出世以后，连 IQ 拢跌13磅，至少13磅。嗯。OK， 哎呀，那就多谢。好。